哇！今天的菜大家还满意吗？满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阿医师，阿医师，大姐。助产是，你的酱汁哦还是太浓了，好去边边炒的时阵哦，加一两汤匙的水，容易焦焦。最好再用大火来收酱，知影无？是，多谢师。山庄的杨先生啊，最喜欢吃培根高丽菜，爱给你培根加较济，知影无？还有啊，八座李奶奶有高血压。汤要清淡一点，等下要出菜哦，我先试一遍，知无？来，而且一定要来对面。煮菜哪有咧拼输赢的？人客若食了会欢喜哦，迄就算咱赢，知无？来，哎，啊，再个菜都会啊，我给你做起啦。哎，会计说我们今天又破纪录了，一定可以赢过对面。真的，哇，你真好料。艾三，辛苦你了。不行不行 ，OK， 你不要跟你讲，应该的啦。阿瓜下班了，我先来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以前我总以为我的爸爸是不会倒的，没想到他这一倒竟然会那么严重。先生，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先生，做复健一段时间，你们要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。医生啊，那我先生他算不算严重啊？以他的年纪来讲，算是严重的。但如果持续做复健的话，有机会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。哦，好，谢谢哦。妈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今天没有课，我来顾爸就好了。那我再去看一下你爸。爸，好了啦，我们不要再看了。啊，我们来吃饭。我喂你吃稀饭哦。那你吹一下。来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爸，你不要逞强好不好？我喂你啦，你这样会打翻。爸，我。爸。我没有弄到。
海塞，安诺，我告诉我。我知道我知道了，林某找我靠电话来了。这个苹果帮你爸爸削一削，万一吃不了就弄成泥，知道吗？谢谢。那个，我爸他需要请假一阵子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陈先生，今天精神还好吗？等等，我会帮你做下四肢的运动哦。海塞，那我们今天不打扰你了。你好好休息啊，我们先走了。你看觉得怎么样？老板啊，中风复健要恢复到原本的样子不容易啊。我看他啊，连拿个铲子都有问题了。我原本还想他出张嘴还行。是啊。没想到他现在连说话都有问题。赶快找个人取代他吧。是。喂，你好。爸爸是我们全家的支柱，如果他没有工作，那我们全家该怎么办呢？不用买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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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